公寓狭小的楼梯间，铁门打开，柏油路和一排排摩托车映入眼。走着走着，沿着巷子的边边，离家出门的路和回家是同一条路。学校的路，一个一个的红砖停铺，站不直的树干向我鞠躬行礼，马路的卫兵是两排如数。是特务，妈妈说树洞里是蚂蚁的家，已经看不见的地方万家灯火光明闪亮，蚂蚁静静跟着前面的步伐，才不会失去方向。想起